欢迎各位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我是胡夫骑射。不晓得为什么呢，我觉得我的嗓子呢好像音域呢一直高了一个8度，那我自己讲话我都觉得很奇怪啊，好像被人追杀的感觉，我自己不太习惯我这阵子的声音太奇怪了。那今天的话，我一样是刻意把嗓门压低的情况下给大家做节目。那么做一款山寨KO 精图的玩具，它的名字呢取名叫做这个如果照英文直接翻译的话呢 Earth， 这个直接翻译叫做惊天动地了啊。这个是 KO 了 SS 应该是54号吧，也就是这一款变形金刚第一集外星战机作为载具的 Megatron 的一款玩具。那我直截了当的呢讲两个呢直接放在一块对比最大的改变呢是它的一个胸口，在官方的模具用了电影第二集的模具的胸口，但这一款的话呢把它改成了电影第一集的模具的一个形象。那么呢它造成了说飞机的底盘的部分呢有一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原本的模具的话呢可以平放的，但这一款的话呢无论我怎么摆呢它都会往左或右去做一个倾斜，那这可能是它带来最大的一个缺点了。再来是配色部分，原本官方的如果你是买 SS 配色的话呢它是比较接近于纯银色的，但这一款的话呢则镀上了一层类似于是香槟银的感觉，然后它的一些飞机的这些边边角角的部分呢做了一个类似于绣画的涂装这个绣画的感觉我必须说你如果去看到它的价位的话呢是非常便宜的，这个一个在台湾的话呢虽然卖的比大陆的这个淘宝上还要贵一点，但是台币也不到400块，390-380块钱就可以买到了，所以是非常的便宜的。那考虑到这种价位呢跟这种涂装的话呢你真的是觉得没有什么好挑了。那它的话呢当然还有一些小部分，像这个地方比较黑色，它这里就涂上了银漆，那一些细节的部分这里是铁灰色啊，这里变成金色，这些小小的差异的话呢我们就不多做对比了。那还有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的武器啊多了一个手炮的部分，那它可以卡在这个位置，如果你卡上去的话呢它是不会掉下来的，它刚好这个两个脚尖中间可以把它给夹住，理论上应该扣在这里会更好看一些但是呢没有办法扣啊，不然放了你如果摆在桌上这样看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没有办法卡住啊，或许各位你有更好的方法就再跟我分享一下。然后它的软胶的这个流星锤也是有的，但是它是应该是扣在这，可是呢我手上这一款呢非常的松动基本上是扣不太住，稍微碰一下就会掉，那干脆我就不扣了。还有的话呢我应该是有一个小小的中奖吧，这个是它的手上这个大炮啊，大炮的话呢是可以打开，这个应该是把官方的 MPM 的那个直接给缩小的那它的这个这是单手握持的时候插的这个零件，它还有一个双手扣的，但是我找不到我那个双手扣的那个零件，我有点不记得了到底是有还是没有，是我中奖了本来就没有还是我不小心把它弄掉了总而言之各位记得它是可以两手去握持的知道一些都行了。那这个枪如果你要给官方正版去拿完全也可以，所以你可以当作你花就是300甚至不到400块钱买一个配件吧，我想想这个价格好像居然还是差不多的价格，这实在是太诡异了。然后它的组合之后的话呢没有任何松动的地方，那还有一处不晓得是我的问题还是怎么样，我在变形的时候呢它这个脸我都是要把它拽到侧边去，这样才能够完成一个正常的变形。原本官方的模具变形的时候它的脸呢是朝正前方的，但是呢我这一款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定要把它被打脸的样子把它拐到侧边去这个不晓得是我个人没有把它变到好还是说这个模具本身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问题但是以这个价格来说你买到这么样大的一个可以变形的一个机器人我只能说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那么变形过程的话呢我们给各位做个展示吧首先我们先把腿部的话给变形完成，先把这个地方这个地方这个锁扣把它给打开，然后上方这个地方锁扣打开，这里两侧打开，然后两条腿中间这里一样分开，整个腿的话呢就可以往前面给放下来。那放下来之后的话呢我们先整理它的一个翅膀的部分这个地方把它给松脱开来，这个地方折进去，这个部件折进来，然后整个腿的话呢
啊，顺势的话就把它折进来就可以了，然后翻折到这边，然后顺势翻转一个方向过来到这里，再来的话呢，这个前面的这个翅膀的部分转过来，然后它这里的话呢是有一个组合的一个结合卡扣在这里的。在正版的话这里有好几个洞，但它这里的话呢全部融合成一个，但是没关系啊，变成是一个大滑槽了啊，我们一样能够把它卡进去就可以了。那么另外一侧的变形呢也是一样的啊，把这个地方这个部件折下来，这里翻进来，那这个地方折进来啊，所有的部件呢顺着方向把它折进来就可以了，旋转到这里，然后利用这里的一个双洞关节把它给塞到人形的小腿内侧去啊，把它给整个塞进来，到这边塞进来之后，再把这个部件转过来到这里，有一个组合的一个位点把它给扣上，然后呢脚后跟往后面放啊，脚趾跟脚后跟这样子。好，那么腿部的话呢就到这里了，上半身的话呢就前后的这一块先把它给掰开，然后这些部件全部呢一样顺着它的一个方向呢把它给翻折进去，那手的话呢就两侧把它给翻出来啊，翻出来之后到这边，那这个头的话呢可以先把它给转出来，这里的话呢就把胳膊的话呢往上面提上来，跟这里转上来，这里有个缺口跟这个凸做一个结合扣上去，这个咬合还是蛮紧实的啊。然后呢前后啊这里是有组合卡扣在这个地方，两侧都有将它给扣上去。然后的话呢，由于它的这个胸口的这个胸甲呢是有被改造过，所以这个两侧还有前方的这个密合的话呢跟原本的模具呢是有稍稍一点点的不一样。那我感觉吧啊，是没有，当然是没有正版的这个感觉组合起来那么舒服啊，毕竟是有改变过了啊。那两者的话呢可以看到啊，身高应该是放大了一点点啊，我真的觉得好像有长那么一点点，包括零件啊什么的，比方说这个我觉得应该不是说配色的关系，确实它好像是大了一些些些些，手爪各部分来看。那我们可以看到涂装的部分啊，一些原本是铁灰色的到了这个版本就变成一个金色，它是整个是朝 MPM 那个 MPM 的那个 Megatron 去做一个修正。那其他的一些小细节呢，比方说它多了这一个融合火炮啊，融合火炮的话呢，如果你想要给这个正版的拿，我把它拆下来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完全是可以的。这个地方按下来之后，把它给扣上去，而且我觉得，好像正版的在握持的时候呢，感觉这个松紧度还更加的合适一些。那么其他的这个小细节的话，就给各位看一下好了啊。首先呢，头雕感觉是比较糊一点，特别是我觉得眼睛是不是有点小失败，感觉不如这个。感觉是比这个弱了一点，甚至如果你要跟这个精图版的那个我做个玩具那一款相比的话呢，这个头雕可以说是比较差一些。那它最大的卖点还是说它的一个胸甲的话呢，是把它给还原了一个原本电影里头的这个形象。然后背后给各位看一下啊，它的后面这个涂装的话呢，因为在电影里头吧，有一个它在高塔上往下看的，所以它背后的形象我印象比较深刻，而且早期的 Megatron 的玩具呢背包都收得不好，所以它这个干净利落的背啊我会印象比较深刻一些。那这个配色我有喜欢，那么其他的一些小细节给各位看一下，它的这个我觉得这个手啊感觉比较偏软一点啊，这样子转的话感觉比较松，脚的话呢也有一些地方偏紧，但是有一些地方又偏松，可以这么说吧啊，你会很强烈的感觉到说这个东西还真的就是一个山寨版的玩具的感觉啊，但是这个价位是完全能够反映出它的一个性价比。我不能说它的一个质感摸起来会比官方这个版本好，事实上你在实际上把玩的时候这一款的手上摸起来的这个触感啊紧实感都会比它要强得多。那它的一个最大的优势可能就在于说啊，它做了一个更加还原的胸甲，还有这个武器啊，这个配件的这个大枪，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配件包来做一个购买。那就给各位进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